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名说。我们这期的话题是：美国专家突然醒悟，美国政府刺激经济等于是给中国送钱。中国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啊，亮眼的成绩是令世人惊叹。这其中就包括特朗普时期的白宫的经济顾问库德洛，他惊奇的发现，美国去年推出的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，实际上是在刺激中国的经济。 今年一季度啊，中国的 GDP 增长约百分之十八，对美贸易超过一万亿元，增长百分之六十一点三，贸易顺差是七千五百九十二点九亿元，扩大了近七倍。这些数据的增长幅度远超中国和东盟啊，和欧盟啊，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。美国不是给中国加了很多的关税吗？ 还制裁了很多中国的高科技的公司啊，但是对美贸易怎么还会有这么猛烈的增长呢？原来呀，特朗普政府去年推出了近三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措施，其中包括跟美国民众直接发现金。美国老百姓手里有钱的就要买东西啊，选来选去发现只能买中国货，这就导致了中国出口需求的旺盛，使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创下了新高。 在库德洛眼里啊，这是一个重大的意料之外的结果。他说：“这不是美国人想要的，这是重大的意想不到的后果。”啊，我们真的要这样帮助中国吗？我们真的想刺激中国的经济吗？库德洛还认为啊，中国用这些从美国赚到的钱来购买军事武器、发动针对美国的网络攻击等等。这还没完呢，拜登上台以后又推出了一点九万亿美元的。 新冠疫情纾困法案后面还有2.2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，库德洛认为这些钱一大部分又会源源不断的流到中国人的腰包里。拜登上台以后啊，说主要任务是对抗中国，要对抗中国呢，就要先办好美国国内的事情，而复兴经济是重中之重。 为了复兴经济呢，就必须推出经济刺激措施，而这些经济刺激措施最后都变成了向中国购买商品，让中国人赚钱，最后帮助中国增强军力对抗美国。美国对抗中国，就是在对抗美国自己。美国打出去的拳头，最后打在了自己的脸上。特朗普试图用关税大棒压服中国，结果是白忙活一场。换了一个拜登呢，看上去老练一些，可是最后啊。 还是逃不出购买中国商品、帮中国赚顺差的宿命。所以有人得出结论：中国对抗美国，中国所拥有的最大优势不是成本低、劳动者素质高，中国最大的优势在哪儿啊？在于中国经济已经深度的嵌套进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之中，中国经济已经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，美国刺激本国经济。 结果中国得到了好处，美国要打压中国的经济，结果可能自己受伤。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公司，啊，结果最后啊，造成全球芯片的供应紧张。美国的车企因为芯片供应短缺，都没法正常生产。所以啊，美国真要和中国啊搞脱钩，就如同从自己身上剥皮，只要你美国不怕疼啊，你来吧。 这也就是我们在中美贸易战最激烈的当口，在特朗普关税大棒举得最高的时候，我们中国反而推出更多的对外开放的措施的原因。去年呢，中国和欧盟谈成了中欧投资协定，和其他的亚太十四国谈成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啊关系协定。中国把自己的经济全面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去，美国要搞倒我们。 损失的将是包括美国自己在内的全世界，就是以自己为敌。这是不是一种非常高级高明的战术呢？各位网友自己想象。好，这句话题就说到这儿，下期节目再见。